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勇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强。两个人骑一辆三轮车骑行3000公里，从濮阳出发到达西双版纳，离目的地还有2200公里，现在到达了金门中祥。电车呢也快没电了啊，昨天没充上电，今天呢找个地方先把电车充满，接着赶路。有三轮车过的道路哈，现在属于下坡了啊，这个坡有点陡，下完之后呢，前面又往上上。现在呢是在一个村里边哈，跟二强兄弟找到充电的地方了啊。这边还带住宿30块，还有5块钱的电费啊，然后是双人床，非常的 nice 啊，主要是经济实惠，非常。水里边。啊。你可以吃好一点的，别洗吗？行，这个也挺好的，是吧？懂吗？可以，请您啊，这不潮了好啊，你跟着我苏州住的房子差不多啊。这是刚从地上的是吗？是，任君小腿受怨。现在是10点半哈，如果说充满的话都到下午这个6-7点钟了啊，看情况吧啊，能走的话我就跟二强赶路，不能走的话就在这边住一天了。毕竟这个晚上赶夜路，不大好走。现在我们两个出来了啊，11点半了，找个地方吃点饭。看到这边有这个家常菜，吃炒菜吧，吃面是吃的够够的了。不是，点两个菜啊，再整两碗米饭。看这边枸杞泡的这个白酒哈，
20一斤棉纯大曲。咱这个要一杯这个枸杞酒尝一尝啊，这一杯是5块的。哎呀，哎呀，都折了折了，要要，你弄点尝尝吗？我不尝，我不尝。啊，5块钱。咱才弄了不恼了。米饭免费，是，米饭随便吃，再配上这个5块钱的黄酒一喝，得着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白酒，来块肉，来块肉，腊肉。像咱那老家都不咋吃腊肉，是吧？没有。没有。嗯。一年四季了，反正是炒不着一回腊肉。超市里有卖呢。是腊肉吗？啊，这腊肉。东北这一般都是烟熏肉。烟熏肉。啊。啊。他这个菜啊，不是很辣啊。如果说再辣一点的话，更得劲儿了啊。把这个菜都吃完哈。盘子给它大，那肉给它有多少？看我喝酒也馋上了，来来来，往视频上干巴了吗？嗯，干巴了，冲冲吧。哎呀，喝沉点儿。我吃点米饭。哦。还有你那个枸杞酒，多喝点儿。你咋想着弄个枸杞酒啊？没喝过。大补了。补啥？哎呀，这菜弄的喝不了。好喝不？这个白酒。好喝。就喝点正常，就是说别喝白气，别喝这个红那个枸杞的白酒了。嗯，补了受不了。嗯，你别喝了，晚上回家了。哎呀，这几个这一喝酒都不能赶路了，是吧？是，你在这住满都要5万6000天了。嗯，他废了都。明个早起再出发吧。中吗？明天大队都干上个80公里。中，嗯，明天应该都出荆门了，应该都明天。啊，荆门。是。过去了，今天就是30公里。跑不了几天都出湖北省了。是。啊。快的了。呀，快的了，3天5天的都干到这个湖南了，是吧？二强兄弟也吃饱了啊，我把剩的菜全部都搂了。呀，今天咱三天干了6碗米饭。呀呀呀！都给人家剩了这些了，干完了啊！吃饱了，朋友们，很久没吃过这么美味的这个炒菜了哈。两个人消费了55块，大家感觉贵吗？就是，一瓶啤的，一杯白的，再加两个菜，吃这么多米饭啊。明天呢，再接着赶路吧啊！今天把那个电车喂饱他。啊啊！两块电瓶都给他干饱。啊！明天跑远一点。咱们明天再见吧啊！